一班子进来了，我是刚快列车长的112年了。4月26号，延站，10:30走吧，就是要半就半一点回小圈头。几班子哦？17:39。这一站是江北站，好点去吗？耶，这一站是，也就是1班次12发车，经由沿线，开往北湖。还有半个八一零下去呢，人们都是开往那个湖口了。对啊，太奇怪了。啊，今天这是改天是开到北湖，这还不错啊。因为北湖它可以换车干嘛，比较方便的。4月26号，10:14，出发的是4183次哦。出发这就沿岸线开啊，北湖的沿用半个八一零下去呢。对，11:83苏澳发车脚，啊，11:30一样是，哦，苏林发车将北回向花莲的沿路，11:729阿宝去外侧，还一个在沿岸十里哦，10:15，10月26号。拜拜啊，再见。我的是 A834，看看北湖的，然后又把你们掰一点回下去呢，在宜安站受累了。啊，所以上一次的宜安有七，我就要730，啊，符号全回车，在宜安站十点，要不然先看花的。啊，这边停了一列阿福哈，拜，再见喽。哦，7877啦，终于知道这个号码，7877。那刚刚再见，拜拜。两列阿福，一个是区间快，一个是停靠在货场的7877阿福号，谢谢关注。